10月15日，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成员东海迎来29岁生日。他一早po文：“妈妈煮的生日海带汤吃饱了，妈妈，粉丝们等会儿见。”一小时内吸引了12,419个粉丝留言祝他生日快乐。东海今日在中青南道论山训练所入伍，在新兵教育大队接受基础军事训练后，将以义警资格入伍服役。将于生日当天入伍的东海，昨日发文说 ：“ELF。”东海很抱歉会让大家在之后的1年9个月变孤单，但我在生日当天从军感觉很有意义，我会帅气归来。 ELF 我爱你们，我跟银赫会平安的回来大家身边与你们见面，并公开了一张剪了短发在家整理粉丝礼物的照片。